难道又要 continue 了吗？好，就快 continue 了。它的特异功能还很多呢。哦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啊，还没结束。这只应该要呢。跳旁边记录点，可是我觉得这次这个记录点也没什么用。灰，这是关键的。哦，过了，还有。小心一点，又剩一条命，要死也下一个。哦，过了，我先自杀好了。好 ，continue。你还知道怎么过啊？把它打掉好了。要慢慢打，哎咻！好，哦，还有一只，来擦一下，哎，好。这应该也有。到了，发射！啊，这边还有，这是哦，这么多只，好，发射西瓜，是你呀 ，Pentakill 四只四哦，觉得快结束了。又是你！哦，还好，来得及把它干掉。哎，小，太挂掉。一二三四五，来跟着杰克一起数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往上走，
不多小太阳这些。一二三四。四只五了，快要打小王了，应该说最后的魔王了，因为前面的两只小王打完。我就是说没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听到火球的声音，然后嘞？跳得太哎！比较想知道把虫变成蛋的原理，这不是，我觉得这不是蛋，这应该是类似用面粉把它包住。哎、欸，那你怎么上去啊 ？Hello Hello， 记得好像有机关，对不对？这边难，我应该想的美好一点。那是面粉，不是碱，那是面粉。好，大家可以过了。知道，我看一下，有几个人在看，就差不多那样子吧。应该是要打最后了，看这个场景差不多了。好，应该是最后了。最后的 BOSS，
来喽来喽，打幽浮。我记得他要开镜的时候才可以去打他，不然一律无效化。丢错边，一下了。没有没有小怪了，躲在这里最安全。嘿咻嘿咻，哎，哎，我弄，哦，差，还差一点点就过了，被怪物踩死了，好扯哦。你看，如果他没开剑的话，打他是无效的。嗨，两下，还有三下，蹦。这已经玩到最后喽。这一个 boss 是最后的 boss 了，应该啦。还差两下，两下。一下一下，升一下，猫星人，会卡卡的吗？因为我这边看是正常的，等下你怎么都一直用同一招换招？没有了，嗯，失败了。还有没有小怪？没了，没小怪了。再等他召唤，会卡卡的吗？因为我这边看是不会哦。召唤小怪，火车，火车，
火车。哎咻！没打到，最后一只。吐！哎呀，这要重来了。从五条街开始打，哦，好烦哦，这只比较难打。先拿一颗，慢慢使用。那你可以，把你的网路调。不是网络，就是把画质调低一点试试看。哦，跑过了。把网就是把它的画质调低一点试试看。等身怪，调火车。小火车，哎，升怪了。我擦！哦，我按错键，我的。小火车，真怪，哎呀，哦，好烦哦。要在他放箭的时候才可以打他，不然就是无效化的。我一次把全部清掉，又要等了。小火车，有升怪，升怪了。哎呀，太晚丢了。不不，就现在。金嘛，小火车，真怪吧？我就等你撞地板。剩一下，剩一下。小火车，小火车，我把结束掉了。我把所有清掉了。
小火车。不会吧？会把全部清掉？应该要留在上面才对啊。因为怕有时候小怪太多的时候就会那个，不然你踩到就死掉了，所以要留个一两只，就其他就把它清掉，留一两只就好了。哦，这里然后这只哎小，你要结束了，我帮你结束掉了，结束啦，通关啦。延迟多久嘛？大约30秒左右吧。结束咯，通关啦。我们把这个动画跑完，那就关台咯。等一下，这是假娃娃机吗？这是假娃娃机。总游玩时间大约1个小时左右全过，然后画面上这个20分钟是就是最后一次 continue， 因为 continue 它要把分数再刷新，那就差不多这样子啦。